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我问一下我们的孩子，2009年出生，属牛，女孩，我今年那个1月19号突然耳朵听不到了，两边耳朵都丧失听力。唉，真的可怜了，真的是。2009年属什么？属牛。他两个耳朵丧失听力是由一个耳朵开始的，本来还有一个耳朵是听得见的。对，对的，就是一个耳朵没有好好的医治，也没有念小房子把灵性去掉，然后这个灵性就把他两个耳朵全弄掉了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不但耳朵了，现在连他的口腔、喉咙、嘴巴以后都慢慢都不能讲话。是的，请求求救卢台长给予治疗。给予治疗了，你们都念经都不懂。哎，拜佛要学佛，要真正的好好的念经的。这有没有灵性？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没有灵性会哑的，你问问你太太打过胎没有就知道了。掉过孩子没有啊？台长有的，之前有两个宝宝。看见了啦？还要我讲啊？两个宝宝你知道到哪里去了啦？不知道，就是想请卢台长再帮我们看一下。两个宝宝还不知道啊？两个耳朵吗？两个宝宝呀？这还不懂啊？一个把它弄掉了，还有一个也把它弄掉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赶快念，一个49章，两个加起来，好不好？念念念念就会好了。我告诉你，耳朵现在是暂时性的，我想问他耳朵聋了多少时间了？现在快五个月了。五个月是吧？你赶快在8个月之内要把它治好，否则真的永久的就聋掉了。好的。好吧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一边吃药，好吧？你看他这个动作，人不停，脚不停的，就是两个小鬼在他身上，而且他经常扮演两个角色在家里，一会儿开心，一会儿不开心，一会儿做事情，一会儿砸东西。是的，是的，到处乱跳，然后晚上经常有时候就是会哭，会突然会哭晚上。看见了吗？台长看出来不会错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好好念吧。好，台长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所以你们说不学佛、不学心灵法门的人问出来的问题就叫我哭笑不得。我刚刚说一个孩子49张，谢谢谢谢。那么两个孩子多少张了？谢谢，好的，谢谢台长。好好念经啊！感恩台长。